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，来晚了。没事。哎，咱俩一会儿，你陪我去那个商场逛逛呗。我正好我房子下来了，完事儿我没买家具，就去那儿，你陪我买家具，行吗？完了晚上我请你去看电影，或者看二人转。你自己去吧，以后咱俩不要联系了。不是，你咋还不想去了呢？不约好的吗？咱俩，你事业能管理明白吗？不是，啥时间呢？我今儿休息了。你手上那小皮筋儿怎么回事？你说小皮筋儿啊？我合计啥？晚上请你吃饭，完事儿，你看你头发不散开的吗？完事儿晚上吃饭前我就拿小皮筋儿，哎。对吧，我给你头扎上，你这整能避免那个油渍整头发上去吗？走反了，这边你给我看家具去呗。那个吃醋了吗？啊，是真没有啊？真没有。哎，对了啊，你把手拿来干啥呀？不是，啥意思啊？以后带我的。